Hello， 大家好。追踪我们很久的五郎粉应该都知道，其实在过去我们进行过不少无包装补充站的快闪，像是亚洲首创展，还有居家诊疗室的合作等等都有出现。这次我们补充站竟然一下子就移到了台湾的最南端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带着空瓶一起进去看看吧。噔噔，这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无包装快闪补充站。你们看，这一次我们这里的品项一共有洗碗巾、洗衣巾还有手洗巾，那这里就有点像是诚实商店的无包装版本，只要用自己携带的空瓶填装完清洁剂之后，将钱投入这个箱子里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一次实际填装看看吧。这次很特别的是，大家裸购清洁剂所付的钱，通通都会捐给台湾潜水的蓝色基金，支持海洋保育行动。除了海洋议题的倡议、净滩、珊瑚保育，这些也都是台湾潜水实际深耕的范畴哦。那么下次我们的快闪店会到哪里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，拜拜。